大家好，我是李哥啊，看我今天在哪里了？李哥，怎么来菏泽来了？对呀，我来到菏泽了，兄弟们啊！李哥到菏泽来，拍拍美食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，考个驾照。哦，那你们聊城和那个临沂不能考吗？他是这样的，这个我听说这个学校呢，这叫啥学校嘞？哦，新正念瑶啊，这信瑶驾校，他这个他对我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。好像有个专门的方案，对，好一点，是一对一的教练，一对一的教练。你像这个年龄大一点的，比如说这个，手啊，我记性不好的，这样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案，这样容易过一点，主要是这个原因考虑。哎，李哥，哎，最近练车怎么样？有车感吗？可以，超出我预期了，这练的挺，感觉到挺自如的，我觉得还行。哎，不是，不过这个主要是刘教练教的好啊，这真的，他看出我的问题在哪了，我一纠正就好了。 好，知道吧？练的好就行，可以，好，行，谢谢谢谢啊。孟校长，您觉得我行吗？管吗？我能过吧？没问题，李哥。你的练车水平也非常好，然后呢，你的反应程度也非常好，打的方向盘那个灵活度也比较灵敏，所以说到点的时候该打的打，该停的停。所以说呢，这李哥，你的练车技术还是比较好的。你觉得还是可以，有信心是吧？可以，有信心。哦，那好吧，那你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孟校长啊。